祭典活动，卓乐清水南安部落的族人共同一一展现传统射祭中的祭枪、狩猎、报账功等流程。同时活动中也特别举行成年礼，长老为部落五位青少年戴上驼饰并祝福。很开心可以那个打耳机，所有机都可以参加，这样子好像比那个小子高更高一步了，可以跟老人家一起了。那以前就是说把这个门牙啊，把门牙门牙完了以后，就是给他戴上啊，这个是耆老做的一个就是头饰啊，头饰戴上头饰，也让他祝福，就是说你不管在狩猎，你的人也要比人家强。射祭是布农族人全年之中最大的祭典，祭典前几天，部落的男性族人将上山狩猎，女性则酿酒进行祭仪的准备工作。播种完毕了，除草也完毕了，然后呢都比较休闲的这个时间，男士去山上啊去狩猎回来，然后大家一起跟家族、跟部落、跟远方的朋友一起来啊，这样的一个啊打耳祭。卓溪乡今年度的部落射耳祭，在各部落人口严重外流的状态下，多数以村为单位，村内各部落共同举办。公所就表示，希望借此弥补祭典人力的不足，同时呈现热闹的气氛。延时新闻法务的花莲卓溪采访报道。